大家好，欢迎来到说美，我是陈昂老师。我现在呢是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它的华盛顿的雕像的前面。那么这个雕像呢，它写的是这个华盛顿是1732到1799，那么这个学校呢是1853建立的，1857年呢正式改名成为华盛顿大学，叫 Washington University。 然后后来呢应该是在1970年呢又加了一个后边一个后缀，叫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就是叫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那么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啊，甚至有的这个不了解美国的这些顾问，那么呢都把这个圣路易斯华大和西雅图的这个华大呢两个给混起来。那么华大西雅图呢，它其实严格来讲呢应该说叫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因为西雅图的这个华盛顿大学呢，它是叫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那个 Washington 呢是这个它这个州叫 Washington。 那因为呢这个华大西雅图呢它是州立的旗舰大学，就是一个州里面的最重要的这个公立大学。就有点像比如说中国呀，这个山东的山东大学，什么河南的河南大学，那么呢它是一个州里面所有的这个最重要的教育资源都放在这里，所以呢它是这个华盛顿州的这个旗舰大学，叫华盛顿大学。那么华盛顿州的大学系统呢，它呢其实呢另外还有两个分校，一个呢叫 Tacoma 分校，一个叫 Bessel 分校。那么那两个分校呢人数都不多，而且呢也不是一类的研究性的大学。那么它的主校叫西雅图校区，那么所以这个主校呢叫做华盛顿大学西雅图。那么圣路易斯华大呢，它是一个私立的学校，就是当时为了纪念乔治华盛顿而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大学，对吧？其实呢这个乔治华盛顿根本没有到过圣路易斯啊，但是呢圣路易斯呢一直呢把自己标榜成认为呢是美国呢西进的这么一个大门，一个关口。所以圣路易斯一个特别最有名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就是一个圣路易斯一个大拱门，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大拱门啊，是一个工程学的一个奇迹。通过这个大拱门呢西进，那么呢就进入西部的这个开发。所以呢这个在圣路易斯呢大家呢也是认为呢自己呢是美国的这种开拓精神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者之一。那这两所学校呢，一个是一个典型的私立的一流的大学，这个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典型的公立的旗舰的，你说它叫公立常青藤的这样的一个公立的大学，这个华大西雅图。两个呢它都是一流的这种教学的水平，一流的研究的成果，那么在世界上呢也都非常有名。而且呢他们的名次呢有的时候是这边这个高，有的时候那边那个高。那么我呢回头呢下次呢我在视频呢来讲一下这两个学校它的排名到底有什么区别。今天这第一个视频呢就是跟大家来说清楚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和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这两个呢它并没有任何的从属的关系，不是说谁是哪个的分校。那么西雅图的这个华盛顿大学呢，它的应该的正确的翻译呢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三个华盛顿州的州立大学的这个之一。那么呢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呢就只此一家。那么它虽然有几个这个校区，比如它医学院呀是在主校区的旁边，但是呢它就是一所大学。那西雅图这华盛顿大学呢，那么它是有三个独立的一些这个三个学校，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校长，有自己的这个科系。那么呢大家呢可能呢对这个圣路易斯呢不太了解，对吧？你说哎圣路易斯有什么有名的企业呀，可能大家说不出来。其实圣路易斯呢最有名的呢是这个 Budweiser， 就是中国翻译成叫什么巴西啤酒吧，是吧？那么呢它的总部呢是在圣路易斯。那么西雅图呢这个有名的企业就多多了，对吧？有这个微软啊，有 Amazon 啊，有 Costco 啊，有这个星巴克呀，那还有这个波音呢、啊、那么它这些都是在这个西雅图。而且西雅图呢它又是在美国的这个西北角嘛，那么它离中国呢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呢
你要去北京的话，应该是不到十个小时，八九个小时就可以到北京了，还有很多的航线。所以呢，当然呢，西雅图呢这个城市呢，在中国人的这个在国际的这种名誉这个声誉上，当然是很有名了，对吧？所以呢，大家呢会误以为这个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呢是西雅图的这个华盛顿大学。有的，即使有的这个美国人有时候他都会这样的认为。但是呢，因为华盛顿呢是美国的这个开国的这个国父之一嘛，那么在美国是受到非常多的这种尊重，所以呢，很多的这些大学都以华盛顿来命名，对吧？你像还有这个大家知道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对吧？还有这个 Washington Lee University，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学。所以呢，在这个圣路易斯呢有一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呢有一个华盛顿州的这个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好，那这两个大家不要搞混了。好，那下一次呢，我们来讲一下他们两个的排名，大家最感兴趣的。好，那今天讲到这儿，希望呢这次视频呢能对你呢有所帮助，以后呢就不要再搞混了。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来私信。就感谢你观看、关注、点赞和转发，我们下次再见。